的话，曾经也有到外面的沙石鳖，哦，还要先慢慢去养，哦，慢慢养，这沙子慢慢留下来，哦，好，这样子，如果觉得身体很冷的，没有，好，来举例，然后再慢慢往前走，来，试着不要直接一步往前踏，好，试着用你的脚踏去，贴上下面的。坐下，如果收会太高的话，没关系，用蹲的。哦，好，来，手脚稍微拍一拍，来摸下上面的沙子，来拿起来看看，哎，会不会有？我想看看。